那是我头像。啥？什么是轮船？轮船是军舰，我是什么轮船啊？什么？来，你在这儿。好，在这儿陪我，好吧？轮船是什么呀？那个。
谢谢关注，欢迎加入我的粉丝团，让你们也可以帮我点点赞。哎呦妈呀！谢谢告别过去帮我点赞，谢谢水秀。我今天关山，你们都看不到吧？看，特别红。这边也是紫的，谢谢毕生的星星。那叫刮痧。谢谢空妈的小星星。瓜，对，瓜下了，为什么你们觉得疼呢？我觉得确实是有，就是它刮轻一点还好吧。而且对身体好，这个很重要。姐姐你今晚真好看，是不是第一次看我呀？我今天挺狼狈的，其实。还好吧，就是我可以忍受的那种，因为我想要那个通，给它淋巴给刮一刮，这样会通那个，就血液循环的也好啊，然后也去火，多好的事儿啊！哎呀，舍得你又成功的套路了波仔，是不是？是不是成功的套路了波仔？你换个人儿啊！虽然我这里没什么人，今天算有人的了，你看有没有别人？博哥说没有看过，你要不说他能说没看过吗？你是不是已经习惯装单身钓大鱼上钩啊？我钓你啦！Make money off streams cause I own it. Can't exploit me cause I know better. Work smarter, not harder, I know this. But I still do both, I'm a go-getter. Scroll back on the gram, you can see just how I did it, ayy. This ain't overnight, I've been at it for a minute, ayy. World gave me lemons and I turn it into lemonade. Got a juice and I made a brand off of it like a Minute Maid. Yeah, straight A student but I'm friends with the cool kids.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the rubric. Freestyle on the bus and it's too lit. Everybody like, oh damn, who's this? Ship don't sink, no loose fish. What's a rowboat to a cruise ship? What's a penny stock to a blue chip? What's an NPC to a whole life protagonist? Like Bilbo Baggins is 游艇派对，这是新出的吗？谢谢波仔，谢谢波仔，咱别破费了，也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谢舍得，这画面时间好像比那花还要长一点。
sentence, hold no prisoners. Try to put it all in a verse, phone D&D, so please no visitors. Yeah, straight A student, but I'm friends with a cool kid. 这钱花。Following the rules. 啊，这个不会比花还贵吧？Everybody like, hold down, who's this? Raising the stakes like Ruth's Chris. Clockwork, high shine like Kubrick. Yeah, I heard what you got with the music. Think that it's hot, but it's not like mucus. 没花还贵哦，那我就放心了。这个画面儿，花海现在还能还有吗？还没那个下架呢。所以你不能听那个舍得，他那儿估计好多你都没看过。有啊，贵。有 VIP 四，什么叫 VIP 四件套啊？对对，修丽可，你可以买点修丽可试试。我跟你说，舍得我都忘了，他还是我的管理，我都要把他撤了。他没有水乳，好像。他好像有乳液，我没见过他家有水，他家只有精华。精华你可以去他官网看一下，他就是敏感肌可以用的，修护啊什么的。
流星雨、樱花伞、城市、西海岸，这都是我们平常见不到的礼物吗？是吗？没有了，我其他牌子，你要不试试？我其他牌子都买了，就不用，我觉得不适合我。你要让我说能说一堆，因为所有比较火的品牌我都买过，我家一堆护肤品。但要问我好用的、适合我的就这几个。什么 Pola 呀，什么，那个叫啥来着？瑞士的那个，我都买过。然后一买护肤品就好贵，然后买完以后不适合自己，醉了。我这咋打字啊？我打不了字吧？你问的太多了，姐姐。你在群里问我吧。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你不见得适合。你要搜一搜某红书，我觉得那个上面能帮到你。因为我的皮肤，我后来发现我买了那么贵的护肤品，尝试之后，我发现我的皮肤是乞丐脸，我用不了太营养、太贵的东西，只要特别贵的东西用在我脸上，绝对是不是长那个，就是太营养了吧？然后要么就过敏啊，长红疹呀、啊，然后要么就长那个脂肪粒儿啊，反正就是吸收不了。然后再用回那种不是那么贵的，哎，就几天就好了合适吧，或者是皮肤比较干燥的那种。
波总，托波总的福，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个四件套是怎么个套法？哎呦，哎呦，这是什么？樱花雨。完啦！厉害厉害，这个四件套。好看不？好看。非常好，只要礼物都好看。这都是哪来的大哥？这不是大哥，这是波仔买的那个礼物，就是那个抽奖的那种，是吧？谢谢菠菜，谢谢菠菜，破费了，可以了。这几个的画面都不如一个花海。千金水心想：我怎么？不记得这里有这么多大哥。大哥真多呀，是。冷幽默，因为我笑点太高了，我觉得什么都不是那么的好笑，我希望我笑点的低一点，就认为什么都好笑。昨天真等了，对呀，我就是故意让你等那么说的呀。喵总是刚，没有波，没有波总刚。跟你比刚还是？好了，发个福袋，你们可以抢抢福袋啊。
然后可以加我的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为你这句话干一杯。上升月亮，我上升是，我月亮是双子，上升是双鱼。怎么你还会算这个呢？欢迎加减。你月亮也双子啊，愚公。不应该呀，那你上升是什么？哦，金星，金星，欢迎挑灯看剑。我金星是天秤，天平，天秤座。你是双子座，不是月亮双子吧？谢谢挑灯看剑的灯牌。6月份是双子，5月底吧，5月底。我金星是天秤，不是我，我不是天秤座。金星掌管的是审美方面的，就是还有感情方面的。有人说我是个颜控，但是我不是啊，我觉得我还好。啥叫月亮双子？哎，你都没搞懂，谁问我的月亮和上升？哦，千金水。这是灵犀吗？是灵犀，欢迎西西，欢迎西西，你今天播了吗？我播的太晚了，1点多才播。嗨。灵犀是什么星座？你睡不着就上来播一下。对。哦，西西是天秤座，天秤座都出美女。我处女，处女座。我是你前面的那个星座。西西应该10月份吧。西西，你上升什么星座啊？你知道吗？那个也是处女，是吗？还说天秤座比较颜控。我不知道啊，上升，你不知道啊，你可以自己算一下，下载一个测测，然后算一下自己的上升是什么，月亮是什么。我觉得西西上升应该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星座，但是我上升也是个温柔的星座，但我并不温柔，只长得温柔一点。
长了一个温柔的长相，骗了很多人。我其实性格不温柔，就是慢慢了解我会觉得我不是那么温柔的人。对啊，你太阳天秤啊，对对对，波仔你又知道了。月亮天蝎，月亮天蝎厉害了。上升射手厉害了。是啥样的？我具体也不知道。哎，他那个里面应该有解释，上升射手应该还是挺社交达人的那种。你看天秤加射手应该是很会社交的那种，情商高的那种。我呀，我月亮双子，月亮双子上升双鱼。然后我金星是天秤，你金星是什么？你金星是什么？上人，上人，什么意思？本人有故事，中午十一点。你们可以抢抢福袋啊！金星水瓶，那咱很合呀。我金星天平。金星水瓶还是喜欢的类型还不是很固定。你应该喜欢聪明的那种，就很有脑子的男性。啊，你金星处女啊，千金水是水瓶，看混了。金星处女，那你一定喜欢我，对不对？你看我会顺眼一点，我看你也顺眼，因为我金星天秤，咱俩绝了。彼此彼此，绝了。可惜我是女的，我要是男的，我追你。不，必须我追你，因为你太温柔了。我觉得我性格比较爷们儿一点儿。性别别卡那么死，哎，我这辈子是卡死了，就别想让我那什么了，我是卡在这儿，反正我觉得林夕也是卡死在这儿了，下辈子吧，西西，我们下辈子再那个再续前缘。Off a trip from Sedona, picked up land and put down coronas. Living like a young high roller, the drip so crazy, this that pneumonia. 欢迎红牛。谢谢周建飞的小星星，谢谢五夏女士。有下辈子吗？我希望有吧。你这歌好嗨哟。
我是如果我特别生气的那个情况下，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就拉倒，从现在开始我理你，就是咱停止战斗，不要影响心情。冷暴力，冷暴力我也会，但是我特别讨厌男的冷暴力，就是我不是说，普通人啊，就是朋友那种，也很少有冷暴力，主要是谈恋爱的话，就是男朋友冷暴力是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的，对吧？就是男朋友的那种。吵架呀，不说清楚，然后你也不想理他，然后他就说那静静吧，那大家冷静一下吧，对他也不说，然后他就消失了，该干嘛干嘛去了，这种真的不行，这种就是不联系两三天就自动分手吧，就属于默认分手。那你不适合水象，我也不知道我适合什么象，可能目前没有适合我这种象的。欢迎过客，受不了一点儿，对，就我可以冷，但是他不行。水象爱那个冷暴力吗？水瓶愿意吧？水瓶应该愿意。但我以前有个发小是天秤座，我觉得他特别的温柔。就有点像西西的这种，也很少看他发脾气，除非真的是特别生气的情况下才会吧，平常都是特别温和，然后人缘也很好。那我是对朋友超温柔啊，我对朋友也是非常温柔，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爱表达的人，我是比较爱行动的人。西西，你平常几点睡啊？是也要天亮吗？为人低调，也不是，我主要是也没啥可高调的东西啊。你下很早，但你要天亮，那是为啥呢？那你下了之后在干嘛？就看手机，玩手机玩到。我有时候不播，我也能躺在床上玩手机，玩到四点呢，三四点。
受一下给喵姐，那我应该多播才行。之前人家西西跟我说了，让我早一点播，或者是下午播一次，晚上再播一次，但是我自己真的太难了，对我来说。睁开眼睛是你，闭上眼睛是你，在我生命里刻骨铭心。想你让我连着播一段时间，然后过两天我又不播了。你出走喧闹的世界，你若想开我愿枯萎，你是海水。坚持很难很难，但是你还是可以的，西西。你是喜欢直播这个工作，这你们都啥问题？西西不要介意，我这里的人说话就是问题很非常奇怪，就是赚钱呀，这么明显的这个还用问吗？你觉得谁喜欢直播是为了啥呢？